只要七號一直 cam 住佢，佢一直冇機會入圈。而且一啲淤泥都唔會入到近嘅。冇開槍，射擊，係咪？得唔有射擊到不過？冇問題，打唔中。我呢個就有個先得埋嚟。射擊，呢個一點五一。好，佢一個 tag 歡迎大家收睇由雙魚 Mustopia 呈現嘅第一屆，係真唔知有冇係咪最後一屆嘅雙魚定嘅比賽。我係今日嘅評述 Lucas Chan， 我係評述片嘅評述 Eric Siu。 咁而家已經開始呢個嘅單人模式嘅比賽啦。今日嘅比賽人數大概係有18個人嘅，係啊，冇錯，好少人。咁我哋而家就開始比賽啦。睇下今次，睇睇個圈，係真，我相信亦都會有唔少嘅，可能會去呢個聖馬丁啦、電站啦、新山城嗰邊嘅。喺縮圈之前已經將嗰啲人 group 曬喺下面，相信亦都對我哋今次比較少人咧，係可以製造一個更好嘅一個效果。 Nice。 見到有一大部分嘅玩家咧，都已經圈入邊㗎啦。冇錯啊，不過喺我哋啱啱仲喺度傾緊偈嘅同時咧，已經有一位選手死咗啦，就係我哋嘅西瓜妖啊！唉，真係心酸。非常可惜。我哋代表整個旁述團隊同佢致深切嘅慰問啊！表達我哋嘅關心同埋慰問。 咁呢個新手係第一個，其中一個嘅示範成員啦。咁可以睇到其實我哋當時睇咧，其實佢嘅戰力都係相對上係唔錯嘅。咁其實佢哋而家兩個都係一個比較遠嘅距離啦。係真，相信八號仍然係喺 cam 緊佢嘅。Rivawaki其實一直蹲喺嗰個防區度，佢暫時都係冇諗住主動進攻嘅。出咗嚟啦！佢出咗嚟啦！佢一個向新手，我見到佢走，好啦，佢係。 我哋見到爆乜槍槍爆頭似乎就洞悉咗咧，佢下面嘅防區有敵人嘅，所以見到佢而家咧喺個圍牆後面啦，喺度。而嗰個咁槍槍爆頭，只係知道，誒係真啲，佢出發原來佢落去，佢撞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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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
見到 FBI 工作咧係向嗰邊射擊，已經係令到 FBI 工作減半彈咗血㗎啦。而家打人咧，如果唔會鏡嘅話，其實都幾難應付。屌嘅，咁可以暫時做到一個。系啦，冚煙就令到佢追唔到自己啦。趴喺煙入面，系啊 ，UMP 成趴喺煙入面系咩玩法咧 ？Lucas 你认为？因为相信暂时嚟讲，佢系暂时打唔掂呢个嘅咁枪枪爆头啦。不过毒圈其实都就嚟开始要收，再收多次，咁就有机会其实会将呢个嘅圣马丁啲人全部逼走啦。咁就睇下佢之后会有咩发展啦。不过我们现在不要讲神之路的星月点住了，我们看到又有另外一对星月，有星月的第二位选手是经过了这道冰车，他会不会有人路过呢？不过可以看到 FBI， 喂，我停了车，停了车，是希望他露出声，这样露头就知道他在哪一栋楼，而他现在在这个时候停车，他有可能被五号又是落车打的，他是一次过钳制两个人的，他这个位置是他拿着把十字佬，但是要收圈啊，我们看到是收圈啊，如果他哎呀阿波你的圈都淡不是太毒，只要七号一直 cam 住佢，佢一直冇机会入圈。我哋见到 SD 于而家都秒都喺度近咗，冇开车向前射击，系咪都有射击到北坡？冇问题，打唔中。阿高呢个就有今天得过嚟，呢个 Eddie 五一，好，佢一个 check 先，好。FBI 系向可唔可以转去十一号？五十限一屋。喂，非常之开，喂，开始兜圈圈。哇，佢哋攞嘅系呢一个。哇！最终就终于死咗啦。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冇办法避免嘅结局啦。好，呢个又翻到嚟，仲有选手。打紧乜枪枪爆头，打唔中完全。搞乜枪枪爆头，射到头位，打唔到。但系我哋见到咧，阿 FBI 工作佢嘅枪技系有少少令人担忧嘅。我其实啱啱真系搞乜枪爆头嘅蛇皮走位，又开始向，又开始攻击啦。FBI 工作就相信都是比前面那两队啦，是一发现是一个交叉的相线的，对他不利啊，现在暂时看对 FBI 工作，因为他圈圈收在入面的感烟的意义是想上车，是上车他就落回来了，哦，有可能他是检查有没有油或者是检查有没有血量，会不会扫到呢？已经不知道对方
相信已經知道對方噶啦。不過四號仲喺度，我應該密啲，準備上樓。見到佢啦，第三雙視角已經見到啦。哦，呢個星月 Neptune 就係。系佢应该等佢上到嚟走雷啊！你呢个 grenade 打落去，应该秒到佢嘅。如果佢等佢上晒嚟就开枪，系炸到自己啊！竟然系哦，唔到其唔系，有可能系佢啱啱听到对面掹你，有可能惊对面嘢炸到佢，又一嘢跳落嚟换位置啊！有可能佢哋会嘅遭遇战系会点啊？我哋而家睇一睇搞乜枪枪爆头嘅视角啊！咁其實我哋睇到咧，其實喺睇翻成個沙漠地圖，其實煙霧彈係一個好大作用。呢個時候佢貼過，係相信佢係想嚇，而家都仲嚟執包。啊，低片包。狗喺我係一個垃圾，狗喺呢一個垃圾咁樣，瞓喺呢個露台度啊。咁呢個時候 FBI 工作就喺佢上面。如果喺度走係嘛？有可能發現唔到對方係。誒，見到啦，應該見到啦。系，唔系又趴低咗？我呢位嘅啫，可以整精华。唔知道佢哋会唔会系搞到系最尾嘅两位选手？佢见唔到，冇见到，系啊，咁都见到。佢系个垃圾打，一边工作系俾人系俾人杀咗噶。我系个垃圾，竟然咁高。我哋而家咧，佢哋三个系三个角嘅状态啦。咁呢个时候，我系个垃圾嘅，想上山呢个时候系好危险噶。系，应该三号应该注意到佢啦，我觉得。喺度派到，喺度系，嘣嘣嘣，打边一刷，就恭喜晒搞乜枪枪爆头，系以三个击杀系攞得咗今次比赛嘅胜利啦。佢选择咗去同呢个搞乜枪枪爆头去对线，而搞乜枪枪爆头咧系好快咁样解决咗佢，而导致最屘俾呢个男咧系攞到第二嘅，就系因为佢嘅位置咧最已经系冇选择到去追击枪枪爆头嘅，去打我系垃圾。冇錯啊！咁其實可以睇到今次，因為我係個爆頭，我係個垃圾嘅一個失誤啦。咁就導致今次呢個比賽係喺幾秒鐘之內就定咗呢個勝負啦。冇錯，咁就多謝曬兩位評審先啦。咁今日嘅 PUBG Mobile 單人模式嘅比賽就到呢度就完啦。